午间节目前不正式开演。谢谢哈，感谢阮摄影师哈，辛苦的拍拍个车哈，谢谢，我有收到啊哈。来，咱跟刘总坐坐，上个天晴，咱的新南新书真心代表哈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哈。咧，今仔非常欢喜哈，第一感谢大家伫个百忙的当中，无少时间的宝贵，半家莅临，共同来参与着今仔这个盛会，也非常祝福所有来参加这个盛会好朋友，拢会当满面春风笑开开，日日有健财，好运福气拢总对你来啦吼。今仔日呢是咱的天文岁数，咱的壬寅年，农历也就是咱的七月十五日。今日龙时，龙时大家哩要来恭祝，恭祝着咱的大屯啊，咱的大昌爷公圣诞千秋，千千秋的大好日子啦吼。首先呢，也来恭祝着咱的大昌爷公会当求安定生，求安团万里，信度满天下。同时呢，也诚心来甲出祈求吼，祈求着咱的大昌爷公，祝福来甲出庇佑，庇佑着咱贵州所有好朋友，以及着所有老家乡地主，拢会当春夏秋冬出贵财，金银财宝满。厝内事事无灾，笑开开，风度大展，拢总大进财啦吼！啊，当然咱今仔日会场有正尔闹热滚滚的场面，上届感谢爱感谢咱的这部赞助单位，咱甘开钱，咱的车主董事长吼，是有着上届天星的地主，咱的王董事长王生燕大德吼，也就是咱的摩阿大哥啦吼，带动着咱的全家吼，全家大大细细，男女拢有咧，诚心敬意。叫声接收，也来祝贺咱的摩阿大哥吼，开始讲平安旗、发财旗，会当发展武汉旗、发财旗、平安旗来甲开出去，会当好事成双、万事如意、求财得财、求利得利、求做生意会当生意兴隆、求做事业呢会当事业成功、满面春风、身体健康，每天都能生活得很轻松。然后非常感谢你的提供，嘛感谢你的赞助，谢谢你。啊，当然今天你非常欢喜吼，有得玩家。新影视传播有这个机会陪伴现场所有好朋友，当这呢度过一个轻松愉快咱的下午段时刻啦吼。啊，咱这部开演之前，赶快来一枪贯的介绍完上海辛苦的幕后英雄。咱讲要有好的前辈，嘛着爱有好的后辈吼。有得客人所率领咱的嘉兴电脑爵士大乐队。